这一天，麦麦一大早就来到狐狸猫家里玩耍，只见狐狸猫正对着一篮柠檬念念有词。麦麦好奇地跑过去问：“你在说什么呀？”狐狸猫说：“我在变魔法呀，你要看我表演吗？”麦麦开心地拍手：“当然好呀！”狐狸猫拿起一颗柠檬和 LED 灯泡，要求麦麦：“我可以用魔法把这颗柠檬变成有电的柠檬，并且用它让灯泡发亮，你可以吗？”麦麦一听，马上将 LED 灯泡插进柠檬里，试了半天，灯泡都没有亮。他失望地说：“骗人，柠檬怎么可能有电？”狐狸猫神秘地一笑，说：“别急嘛，换我露一手喽。”只见狐狸猫在柠檬上分别插了两片绑着魔法绳的魔法金属片，然后一边把两条魔法绳接上 LED 灯泡的长短接角，一边大喊：“噼噼啪啦啦，柠檬变有电！”灯泡竟然真的发亮了。麦麦惊呼一声：“你真的会魔法？”原来在18世纪末，意大利的贾法尼医生在研究青蛙时，不小心用黄铜制的解剖刀碰到了放在铁盘内的青蛙，发现青蛙腿立刻产生抽搐。对于这个现象，科学家福达继续实验研究，他在舌头上方放锡箔，下方放银汤匙，当这两种不同的金属接触时，舌头会感到微微的酸疼。福达认为这是由于舌头上的导电物质使这两种金属之间产生电位差。经过多次实验后，福达证实了这种发电原理，并以一块浸过食盐水溶液的湿布夹在铜板和锌板之间，堆积成圆柱，再以导线连接，制造出最早的电池——福达电池。而根据其中使用的金属片种类，这个电池又可称为锌铜电池。麦麦疑惑地问：“可是柠檬发电的魔法中没有看到福达电池啊，你是怎么模仿它的发电原理呢？”狐狸猫决定用一个小实验来解释。只见它拿出分别装着硫酸锌溶液、硫酸铜溶液的甲乙两个烧杯，在甲烧杯中插入锌片，乙烧杯中插入铜片，再以导线连接锌片、铜片和碱硫剂。狐狸猫请麦麦看看碱硫剂显示有没有电流，一边提醒：“如果碱硫剂的指针指向中央，就代表没有电流，指针偏右代表电子流由左流到右，指针偏左代表电子流由右流到左。”麦麦看了半天，指针始终指着中央，没有电流啊，怎么会这样？狐狸猫解释：“因为这个时候两杯烧杯还是各自的线路，没有形成通路，我们必须再放置一个容易解离且不与电极电解液反应的盐类溶液，也就是俗称的盐桥，在两个烧杯之间放上去后，才能使两个烧杯形成通路，开始产生化学反应，形成电流。”麦麦惊讶地说：“有电流了，指针偏右耶，但为什么电子流的方向是向右不是向左呢？”狐狸猫指着碱硫剂解释：“实验中碱硫剂的指针偏右，代表电子流不断由锌流向铜。从电子流的方向，我们可以判断放出电子的芯片为福达电池的负极，得到电子的铜片为福达电池的正极。”麦麦听懂了，突然又发现：“咦，正极那边的硫酸铜溶液颜色好像变淡了。”狐狸猫很开心麦麦观察到这个现象，并解释：“这是因为负极芯片的锌原子不断地放出电子所导致，在放出电子的同时，形成锌离子溶于水中，使芯片的质量减少，而铜离子这边则会不断地接收从锌流过来的电子，让硫酸铜水溶液解离的铜离子得到电子，吸出铜原子，并使铜片的质量增加。因为水中的铜离子不断被还原为铜原子，铜离子浓度逐渐减少，原本的蓝色自然也变淡了。锌的部分
锌原子因为失去电子，氧化为无色的锌离子，溶液维持无色。而在这个时候，岩桥内的硝酸钾也没有闲着哦。由于钾杯的芯片解离出锌离子与电子，锌离子带正电，电子带负电，所以钾杯内的正电荷过多。此时岩桥中由硝酸钾溶液所解离出来的硝酸根离子带负电，会流向钾杯，使钾杯溶液维持电中性。而乙杯则因为硫酸铜溶液所解离出来的铜离子得到电子吸出铜，所以乙杯内的负电荷过多，让岩桥中硝酸钾溶液所解离出来的钾离子带正电流向乙杯，使乙杯溶液也维持电中性。解释完后，狐狸猫想知道麦麦是不是也能应用福打电池的放电原理，于是他决定出题考麦麦。荧幕前的你和麦麦一起动动脑吧。最后，狐狸猫整理了今天他和麦麦一起实验的笔记。福打电池的放电方式为，在两种活性不同的金属间隔上浸过食盐水的湿布，再以导线连接即可发电。锌铜电池中作为负极的芯片持续解离出锌离子与电子，使芯片质量减少。正极的硫酸铜水溶液中，铜离子会得到电子，吸出铜金属于铜片正极上，使铜片质量增加。由于锌离子为无色透明，在放电过程中硫酸锌水溶液不会变色，而硫酸铜溶液中所解离出的蓝色铜离子则因得到电子吸出铜金属附着于铜片正极上，使得硫酸铜水溶液颜色逐渐变淡。为了使两边烧杯水溶液维持电中性，岩桥中的盐类例如硝酸钾所解离出的负离子硝酸根离子往负极锌片移动，正离子钾离子往正极铜片移动。使用福打电池的原理放电时需注意以下几点：一、两种金属的活性需不同；二、烧杯内溶液需为可解离的成分；三、岩桥内溶液需为容易解离且不与电极解离液反应的盐类溶液。最后，狐狸猫邀请荧幕前的你和它一起来脑力激荡。下图是锌铜电池的装置图，已知放电过程中钾烧杯中金属片重量增加，请问岩桥中的钾离子会向哪一个烧杯移动呢？